各位朋友晚上好，这是今天晚上要标的鱼哦，琳琅满目，自己看喜欢的就在个别的影片里面下标哦，然后看清楚再决定要不要标哦。然后标到的话是两天内完成取货付款，请不要先说汇款给我，然后叫我保留到下礼拜，还是多留几天哦，因为我们是出清，所以才会拿出来标。然后再来第二个重点，有的人会叫我先出货再付款，哦，已经有人有那种让我追债的那种恐惧感了，我们就不做这种事了，哦，小本生意，付款后出货，哦，确定你的资金没有问题，再做下标，哦，感谢。